我咋知道呢？啊！小子，你想跑，门都没有！啊！说，今天你给我清清楚楚的给我交代清楚，你跟我女儿到底进去有多久了？没有多久啊！哎，我们只想激荡一下，激荡什么啊？你跟我女儿有什么好激荡的啊？真是太可怕了，崔有志，你居然敢深更半夜溜到我家来，你还敢赖在我这儿睡到天亮，这真是太可怕了，真是。老婆，这个我，你什么？我，你什么？你给我滚！给我滚！哦，老婆，我是崔有志，我是崔有志，我管你什么有志没志啊！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呐！去滚！告诉我，从现在起，永远不要到我家来。哎呀，不要吵了，你们这一晚都没有睡，你就让我多睡一点，好不好啊？啊！哎呀！哎呀！波神，你个老岳丈，家教可真严。居然马上翻脸把我像狗一样的赶出去，哼，你活该啊，谁要你那么大胆子，你既然是三更半夜去，你就应该三更半夜的走。哎，这得怪那个陆小姐，她很多数字搞不清楚啊，偏偏我又是对数字一点概念都没有的人。哼，然后你们两个还想去当百货公司的总经理，这像话吗？那没有办法，人才太少了嘛。啊，你等着把钱退给人家吧。哎呀，小姐，你快一点好不好？你不是月亮一点吗？好了，这就好了。你这擦什么香水啊？太浓了吧！哎呀，这是克里斯汀迪奥的香水，世界一级棒的。啊，哎呦，怎么样，像不像标准妇女啊？什么标准妇女？我是说标准的职业妇女。啊，像，哎，我们走吧，我真怕碰到你爸爸。哎呀，不会啊，像上班的时间，他不会回来的啦。走了吧，哎呦，去。好了，走吧。谢谢。哎，怎么没有结尾呢？什么结尾啊？你打的预算总数啊？有啊，预算总数当然有了。这里嘛，你看。哦，你用的是什么香水啊？好臭哦！臭。哦，你们怎么喜欢我这种香水呢？你，哦，什么？他既然不喜欢我的香水，那就走好了。哎，你有没有搞错？你又不是我的老婆，我喜不喜欢你的香水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对呀，你人家当经理的，又不是当他老婆。去，胡说什么啊？好吧，那你告诉我，我到底有没有被录用？那你把你打的预算总数告诉我。预算总数？啊，这。多少啊？1219万。1219万，怎么样？你们该找到店了。我要开的是天王巨星大百货公司，1219万，回去重打。你，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。谢谢。天王巨星大老板，我不干了。哎，不要激动嘛。他太让人伤心了嘛。这有什么关系吗？你哪就重打了，这什么关系啊？不是，你要可气了。你不是说要做给老黑看，做给你爸爸看，
你总不要让他们认为你就是那种人吧？哪怎么了？不能做大事的人呢、啊？嗯，对对对，我老婆也是这样看我的。好吧，那3000万怎么样？好，3000万，那我就拨给你3000万。不过我限你一个月在租面，要把这个百货公司成立。真的？然后呢，我再拜托你一件事，你又不要用那种香水，会毒死人的，对吧？哦，好毒哦。朋友之妻不可欺，应该去给老爷报一下，顺便把这好消息告诉他。跟他，请帮我呼叫600，请帮我呼叫600，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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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呼叫600。奇怪，这人怎么老是不回电？老 K， 老 K， 是我，你到底在不在里面嘛？给你小小的惩罚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再看起我。先生，麻烦你一下，把这封信交给13楼的严克强先生，而且务必要在他刚进来的时候就交给他。严克强先生，小姐，可是他要好几天才会回来，你这封信急不急？什么？他要好几天才回来？是啊，小姐，这是他一个钟头以前走手跟我讲的。啊，一个钟头以前啊？哎。跑掉了没有？人家只会问了鱼钓到没，你居然问我鱼跑掉没？反正意思还不都是一样？才不一样！你这个话是怀着最好我没有钓到鱼的心情说的。算你聪明。来吧，先吃点东西。我只是刚学钓鱼，应该还没有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啊。谢谢。这次好像打算在乡下住一阵子。嗯，也许吧。那你不打算回家去看一看啊？不想。他们现在正安静地等着，阿龙的管训时间还没到。我总觉得这样不大好，像我是无家可归。你呢？你是有家过一步过去。等我有了真正自己的家就好了。
想把台北的事业结束掉，跑到深山去隐居，或者跑到东部的海边去自我放逐一下。为什么呢？我忽然觉得我根本一无所有。当然了，我还保有你这样的一个妹妹。谢谢。除非啊，我想我这辈子除非能再碰到电光石火般的爱情，天崩地裂，如醉如痴，把我所有的理智烦恼统统赶到外太空去，那么我的情节思想或许才可能又活回来，回到以前那个奔放开怀无拘无束的我。会有那么石破天惊的爱情吗？你应该不会是那种对爱情充满幻想的人吧？你难道对爱情没有幻想？我不要笑我，我真的对爱情从来没有存有过幻想，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幻想。我连真正快乐的滋味是什么都不知道。快乐就快乐了吗？我也从来不敢奢望会有下一次的快乐，因为我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多余的。不要这么想，这个世界上任何一样东西啊都有它存在的价值，不要这么悲观，也不要这么刻薄自己。你知道吗，像我们这种人，天就是我们的父母，地啊就是我们的母，我们的父母啊可是受所有人类的崇拜，所以干嘛那么悲哀，其实我们是比谁都大，对不对？这，你好会掰哦。要活得快活一点啊，就要学会瞎掰，没事啊给自己来一段，效果一定好。嗯，这么偏僻的地方也会有人来啊？你看清楚他的脸，怎么了？
他一定是去赴刚刚我们看到那个人约会。哦，我们去看看。哎，不要了，我们还是赶快回去了。我们还是去看看，也许他们在做什么非法的事情。不是，走啊。这简直拿我老人家在开玩笑嘛！跟我说是说让我来看仓库，这明明是做苦工嘛！你跟我发脾气有什么用呢？我还得听我们老大的。那他到底什么时候来取货呢？哎，好歹货弄点出去，换点钞票回来，要不然我让你们被困在这里，哎呀，这算什么嘛？这好了好了，我就是为这个来的。啊，这些钱你先拿去用。等外面风声小了以后，你再开张，啊，就这么点啊？怎么，嫌少啊？哎，这么点钱呢，够还赌债都不够。行了，行了。是他里面那个人认识啊？怎么会这样？柯强，拜托你千万不能生病了。这可怎么办呢？总经呢？麻烦你帮我接一个台南的电话好不好？06-220-3451，谢谢。喂，你是黄啊？我是林秀和。对，我的假本来应该休到今天的，可是我的朋友忽然生病了，没有办法搬动他，所以我想麻烦你。帮我再续两天的事假好不好？没有办法耶，我们现在在山上，这里交通又不方便，而且我怕路上太颠簸，会对病人不好。麻烦你嘛，你尽量替我想想办法啦，好不好？谢谢啊，再见。我弄点东西给你吃。柯强，柯强，李大哥，小姐，你的早，你的报纸。嗯，谢谢。我还有你的早餐。哦，好，麻烦你一下。给我好。
林大哥，怎么样？今天好一点没有？如果好一点的话，我们是不是要下山了？林大哥，你不要这样子了。其实，事情也许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啊。我们只不过是看见你父亲在那个屋子里，可是这并不表示他们一定在做坏事嘛，对不对？你干嘛那么激动呢？你自己昨天不是告诉我，叫我不要太悲观，不要太刻薄自己。可是你为什么自己就做不到呢？看，我们都没有想到你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本来应该是你来保护我的，结果现在反而变成我在为你担心，为你着急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你怎么才说话了，林大哥？天哪！好了好了，我们走了。把上衣口袋里皮夹拿。我们去结账，里面有信用卡，如果不行的话就用现金卡。你洗把脸，然后把早餐吃了好不好？放心，我会去吃。谢谢。谢谢。早餐在隔壁哈。收水油，就算收水油，干你什么事儿？你是警察？哼哼，我看你呀，绝不像警察。警察也没像你这样不会讲话的。哼，怎么着？也好，我正巧这两桶油提的挺累的，啊，来来来，敬老尊贤一下，帮我提一桶出去。怎么，不高兴？看你混得好像还蛮不错的嘛，哼，大概你总不会跟我老人家分点油水吧？对不对？你干什么你？哎，你这是什么架势？我知道了，
你大概是道上了啊，没关系啊，过两天只要你抱出字来，啊，让我大爷慢慢的修理啊。这哎哎哎哎，回来的话，我们就要去报警了。报警？啊，是是，这位小姐真是吓坏了。那你们晚上最好还是再住一晚上吧。本来你们早上已经结账了，可是现在已经过了下午四点了。我们会住一晚上。谢谢，进去。哦，谢谢你啊，刚才麻烦你了。没关系，应该的。生活在那屋子里面，的确是在干不法的勾当。真的？他们就是把生水油当做食用油来卖，专门卖给那些偏远地区低收入而且又占小便宜的人。不知道该不该报警。那你生父？我要理理头绪。他会不会被抓走？看他自己的造化。喂，总经啊，麻烦你帮我接一下管区派出所。不是，我要报案。啊，不，不用，你就直接帮我接到管区派出所就可以了。我要还你报一家电话的什么方案。啊，报什么案？他没说。电话接通了。还没有。来，我来跟他讲。喂，你说什么？请等一下。哦，我们这里有个警官，说要跟你谈谈。你好，我是管区派出所的，请问你有什么事吗？什么事了？状况怎么了？严先生，我可以进来吗？哎，
严先生，这位是我们管区陈主管。你好，请问你刚刚是你打电话给柜台让他接派出所？是我。我就是派出所的人，刚刚经过这儿，你有事情不妨可以先告诉我。没有什么事，他只是说想问问看。没关系，这个事情我来解决。我看这样吧，严先生，陈主管这边请来。哎，好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昨天我们到后山谷去钓鱼，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小破屋子，还有几个形状蛮可疑的人。后来看报纸，发现可能跟最近非法这个销售食用油的事情有关，但是我们又担心，如果说是我们误会的话，贸然报案不会有什么牵连的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你的怀疑非常的正确。那个屋子的确跟这个案子有关系。不过很好，你有这种警觉性实在是太好了。说实在的，如果所有的民众都能跟你一样的关心我们社会的治安的话，那我们干警察的实在太高兴了。好，来，请谢谢你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晚上你们最好不要到外面去随便走动，因为今天晚上我们可能会对那个屋子里的人连大带小一举成擒。好，你忙，谢谢啊。
昨天晚上那个警官，警官，走了。警官已经执行任务完毕了，快跟我下山去。可是，快走啊！走吗？我想，我们还是要见他一面。可是，万一他不认你呢？万一你被波罗杀了一伙了怎么办？不会，警察不会识认无赖人的。可是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呢？我没有什么好处啊。那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？不。也许会让他振奋一下，不再那么作践自己啊。你是希望他会因为知道有你这么一个儿子而重新改过吗？你不认为会有这种可能吗？我不认为，我真的不这么认为。为什么？我有个直觉，他不会对你好的。我没有奢望他对我好。那你为什么要去碰这个壁呢？尤其是在这种时候，你觉得这是你们父子相会最好的机会吗？叶大哥，我第二次看到你，就上次看到他被人追着打的时候那种难过的样子。我不要，秀子，走了，我们回去了，不要再给自己找苦头吃，你吃的苦已经够多了。我不要，我不走。林大哥，我今天一定要当面跟他把话说清楚，我至少我要让他知道要教他好好做人，他这个儿子今天还会愿意认他这个父亲呢。自强，不要阻止我好不好？你应该帮助我，给我点勇气好吗？秀子，不要这样子嘛，好不好？我不愿意看到你伤心的样子嘛，我不要。是吧？再走一遍。秦南静，真巧，没想到是你啊！哎，怎么是你们二位？怎么下这么大雨，怎么下山来？我们到里面坐坐，等雨停了再走。我们可以进去坐。可以，当然可以。事实上，我正想回旅社去找你们问笔录。问笔录。
思，我恐怕我是不是可以不回答这些问题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拒绝提供这些资料？因为里面有一个人是我父亲。你父亲？我的亲生父亲，可是他并不认识我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妈就带着我改嫁。我父亲是一个很爱赌钱的人，因为赌输掉家当，输掉财产，输掉老婆跟孩子，输掉所有的一切，最后还是因为赌触犯了法律。那他晓不晓得你已经知道他在做坏事？他根本就不记得还有我这一个儿子，要不然当初他也不会引起我们公司。那你希望我能为你做些什么？其实我没有想到我会再碰到您，所以我不知道我能够请你帮什么忙。我来只是想见他一面，也许我会告诉他我是他儿子，也许我什么都不会跟他说。我是希望他能够得到老天给他一些意外的怜悯，让我在这一生能还有机会去奉养他。好吧，那我就带你去见他一面。他还得押在分局，明天才会移送法院。刚刚我不是由分局那边回来的。那我是不是可以打一通电话，请我母亲也过来，我跟他一起去见他？也好，不过他要快一点，我们不能等得太久。谢谢。又下雨。喂，找谁啊？妈，是我，我克强了。阿强，你在哪里？你怎么会今天想起来打电话回来？妈，你能不能出来一趟？出来？你要我到哪儿去啊？到市区的三分局来一趟，我有事情要告诉你。分局？哎，你跑到分局干什么？